三八旅长，三一八张惠子，三一八洪顺贤，三十四班沈建勋，三十七班沈浩，三十七班李振宇，三一八班李子俊，三一八班李少哲，三一九班李宗翰，三一九班欧阳豪，三十班沈启燕，三十班陈德恩，三十班仲俊辉，三十班李子慧，三十班陈思雨，三十班李以勋，三十班陈世英，三十班赖燕婷，三十班孙燕菊，三十班段富雅，三十班叶修成，三十班阮宇文，三十班杨少生，三十班张子怡，三十班苏佑生，受奖代表三十班叶修成。好，这个奖要请我们一月半我们前会长杨玉婷杨会长啊来为我们讲啊，他儿子因为受奖啊，少轩同学。第三次哈冠军三连霸，就是由我们女子排球队所获得冠军锦旗呢，就贴在后面哈。我们学校总共获得过五面呢全国联赛的冠军，我们恭喜这些获奖的同学，也为今年三年三年级排球队的队员们鼓掌。